不想下水，如果大家都要我帮助的话，我连休息的时间都没有了。这下倒霉了。龟先生，你在学游泳吗？啊，犀鸟太太，请您帮我翻个身好吗？可以可以，当然可以。啊，谢谢。不过我不想帮，这可以教会你以后不要这样蠢。脚，站在我的头上，你说合适吗？石头推开。你给我什么报酬啊？报酬？这 我可没想过。给报酬？我可不肯白做。哎呦！这下我也完了。容易得很。谢谢你，什么时候需要帮助请叫一声。你帮助我？给你多少报酬啊？
这算不了什么。我有的是力气，你们都会碰到困难，都需要别人的帮助，只有我力大无穷，不需要别人的帮助。我大象鼻子长，四肢粗，力气大，蚂蚁、乌龟、母犀鸟、狮子、犀牛、长颈鹿，都要我帮助。我可怎么出去啊？现在我可没有办法了。谁来帮助我呀？妈妈，是谁在叫啊？少管闲事啊！哈哈，大象也会碰到困难。我可没有这么大力气。没有报酬，我可不干。大象在叫，我来想办法。嗨，你还要我帮助呢？多管闲事，哼，说大话。给你报酬，你也帮不了。啊，蚂蚁帮大象！哈哈哈哈哈我呀，谁也不来帮助我，我力气再大也出不去了。这是谁创造的奇迹呀？大象先生，大象先生。小蚂蚁，这是你干的？不，这是我和99999个小伙伴一起干的。想不到是你们救了我，谢谢你们。谢谢你，小蚂蚁。不用谢，谁都会碰到困难的，互相帮助是应该的。对。